他永远不会承认你是北凉王。跟我回家。 我们必须回到原处。如果现在跟你回到北凉，就等于是昭告天下，是我们杀了韩雕四和赵凯。等你成为北凉王，就能接我们回家了。好好练刀，别丢了徐家的脸。 这，是他给你留下的。等我回了北凉，我得再去一次北邙。剩下凶手的线索就藏在那边驻地上。等我完成真正的复仇，我就回来接你们回家。